我是足球评论员王涛，我今天的搭档是苏东苏指导，我们将一起为您解说这场比赛。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，希望今天双方能为我们奉上一场精彩的演出。在防守的时候，这种滑铲动作如果掌握不好的话，那犯规吃牌什么的是家常便饭。裁判觉得有必要出示黄牌，这种犯规啊，不给牌有点说不过去。是啊，好机会啊，防守出现了空当，这个位置很有威胁，球进了，非常早就攻破了对手的球门啊，接下来应该会好踢不少啊。回顾一下这个进球，拿到球以后迅速的展开了反击，时机抓得非常准，反击质量也非常高，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，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，直飞网窝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。球出了边线，看看是谁的界外球。完全没感受到压力呀，的确越位了，不太容易被发现，不过正好被裁判看到了。唐佳丽、张鑫、王珊珊，其实走边路选择不错啊，后卫破坏了这次有威胁的进攻。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，角球被解围出去。这球啊，就像是递到门将手上一样啊。控球权又交到了对手脚下，过人成功了。直接打门，漂亮！再来看看回放，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它的跑位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在什么位置，天赋和经验缺一不可。优势扩大，比分变成了2-0。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驱直入吗？话音刚落啊，这个本来很有威胁的进攻就被化解了。哎呀，现在是要小心对方的反击了，反击的时候到了，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。球进了，梅开二度。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，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，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，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，真是好球啊！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，边线球，把球铲出边线了，对方获得一个界外球。王双带球冲向禁区，王双得分的机会，但是门将这次很轻松就做出了扑救。看看娄佳慧的处理，再次把球交给了娄佳慧。王双，好的，这球又有了，分差已经到了4个球了。啊，可以看到啊，这是多名后卫啊上来逼抢啊，哎，最后球还是进了，立刻对方施加的防守压力了。是的，
目前的比分是4-0。斯文迪斯捡，雍斯多蒂继续带球狂奔，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。张鑫，王珊珊，王珊珊做得不错，王双扑了过去，机会唾手可得了，又是他打进了第三个进球，上演了帽子戏法。哎，今天的感觉是怎么打怎么有啊！进球的回放来了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，而对方的门将这一次却让出了自己进门柱的位置，让他们抓住了机会把球送进球门。才刚过上半场，比分就如此悬殊。张鑫，他没有将球传出去，选择了继续自己朝前盘带，幸亏干预的及时啊，这球才没进。好的，前场拦截了对手的传球，这个位置非常好啊，观众炸了，自家禁区一次重要的抢断啊。斯文迪斯捡，冈希尔德约恩斯多蒂尔，好球，球留在了界内没有出界，凌空射门，球进了。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，这个传中球非常到位，直接找到了接应的队友，后面这脚凌空射门非常精彩。双方的比分已经变成了5-1。很轻易就过去了。哦，这是防守队员的失误啊。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呀。分差还在继续拉大。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，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。最后这脚推射更是让人赏心悦目，比分被改写成了6-1。斯文迪斯捡，这球还没有结束，你别看这回拿球好像很容易的样子啊，你得先有那第一下才有这第二下。门将拿到球以后好像如释重负啊。这球能进吗？有了，都是贴着横梁下沿飞进的球门，高个几公分的话那就是高射炮了。哎，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要打横梁的下沿，但对门将来说这种球确实很难扑救。对，斯文迪斯捡，雍斯多蒂把球带过去了，传中没能绕过后卫啊，防守队员把球碰出了底线，送给对方一个角球。角球开了出来，眼花缭乱的技术，他这是在示范啊，怎么带球向前，看看他怎么处理，可以直接突破了，打中立柱弹回到了场上。这种滑铲犯规动作呀，很容易就成为裁判抓典型的代表啊。
比赛上半场在裁判的哨声中正式结束了。中场休息结束，中国姑娘们比分领先，进入双方的下半场较量。能改写比分吗？没能把握住这个扩大比分的机会。达尼布伦亚斯多蒂尔，他对周围情况还是有很准确的预判的，从而提前判断到了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。斯文迪斯简用斯多蒂直接攻门了，门将阻挡了进球。哎，在前场完成了抢断，一个绝佳的机会变成了对手的球门球。教练这是要一下换上两名替补。王珊珊，王双拿球了，位置非常好，他简直是火力全开，就算现在已经三球入账，但是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。他一个人贡献了三粒进球，哦，没法阻挡了。对，球权易主了。王双，好机会，球又进了，这完全就是一场屠杀呀。看看他们进球前的这几脚传递，完美的展示了 Tiki Taka 足球的魅力，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，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，肯定是万无一失。这是来人协助了，冒着点球的风险铲球抢断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这一下挡住了，但危险没有解除。这次威胁已经不再是威胁了。球没拿稳，丢掉了球权。明显的机会，这都能扑到，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！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央，幸好挡了这一下，否则就不是现在这个比分了。这次打门被反应及时的门将拖出了门框，这个角球被防守队员碰出了底线，继续发角球。他这次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头球，角球也是非常重要的得分手段，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利用角球得分的。这个头球也完成的不错，越过门将的头顶啊，有点像是吊射。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25分钟，他现在可以在边路好好策划一下。我满心以为这次能打进一球，没想到对手夺回了球权啊！我自作多情了，门将没有让球轻松入网。张鑫，现在就是看他个人的魅力了，这球该有了吧？还好这脚射门被挡了一下。
詹森，球传得很棒，这是直接传给门将了吗？吴海燕，姚伟，唐佳丽，王珊珊传球也是一把好手，精彩的封堵。单枪匹马直奔球门，这球该有了吧，幸亏干预的及时啊，这球才没进，裁判给了点球。攻入点球，点球就是这样，如果你能骗过门将让他扑错方向，进球就会很容易，就像这个球一样。王珊珊，这脚球传得不错，应该能找到队友。好球，漂亮！打门位置实在是太近了，门将也确实没有办法。实力悬殊的一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张鑫，唐佳丽挡住了对手的这次射门，张睿把球送出了危险地带，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？这个拼抢动作应该是犯规了，但主裁示意进攻有利，比赛继续。起脚射门，这球对门将来说难度不大。张鑫，唐佳丽，张睿，吴海燕，球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，角球。德特曼出示了黄牌，这是补给刚才那次犯规的。球传出了边线，接外球。姚伟，吴海燕，张睿，全场比赛结束。